喂喂，啊，你不是参加婚礼了，咱还不走了？别慌别慌。哎呀，中了！走走，去赶我参加婚礼。我们要去参加婚礼了，走。跳跳啊，跳跳的，喂，啊，跳跳那白杨哥看看。赶紧看。来看看那白杨哥化的妆了。好看，好看的，好看的很。有镜头在哪儿吧？在这儿吧？哎，我就来吃着了。哎，哪里？你俩来？些连街坊都来了，你看，我们三大爷也来了。这衣裳一样啊。嗯。老人都是黑衣裳。哎，又是闺蜜装哟。啊，闺蜜衣裳哎。嗯，闺蜜，但是还得穿一样衣服，真像闺蜜。是不是你说？是不是呗？是啊。嫁妆车来了。你现在要给人家掀被子吗？这么多被子。白，摸你的事儿。这都是娘家陪嫁的哦。俺爸总是想下手，就是没他的事儿。白摸你的事儿。拉好走。终于下手了，我爸。哈哈哈哈哈！凡是属猪的、属羊的、属兔的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！属猪的、属羊的、属兔的啊！听到广播，大家稍微回避一下，谢谢。来，去拿开车门。这叫姑了啊！要攒钱了。攒钱了。上花车。谢谢娘呀，这好过年。快点。好心人下车，大吉大利，好喜来。这回就热闹时候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好 ，OK。见着了吧？哦。喂，行，打雷声，打雷声。吃瓜去。来这边，大大方方喊上一声。爸。哎，好听吗？叔。好听。还想听吗？哎呀。来，再来一声。爸，哎，好听吗？好听。来，这边有两个叫。走了，是不是该散了？婚礼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两个现在去体验。我觉得村里结婚挺热闹的，基本上全村人都会来，感觉都是圈词儿都送去。啊，圈词儿都送。啊。拜拜。来，我回家吃饭啦，人挺多。哎，懂了。要是有肘子骨头，记得给强买提家的啊。拜拜。中了，该人家媳妇也去了，咱的桌也吃了，给礼吧。哈哈哈哈哈。正好走了。给这都给你们。你给我个解释呀？还是装钱用啊？床前，这些鞋大了呀！哎，床上多，床前。我走了。床上多。